估计得很久前听前辈老人们说过，田氏在水岸边修造了一座别院，很多宫女歌伶都被圈养在那里，成为士大夫们手里的玩物。虽然有些不可思议，但是我在父亲死的那天见到的征书，也有传闻说他在这里出现过。进入这样一座毫无戒备的宫院，实在不是什么难题。请问，你居然看得见我？你是谁？为什么到这里来？刚才进来的那个人，我是他的随护。是吗？也是来寻欢作乐的吗？那你也快进去吧，他们摆弄这块石板已经很久了。要怎么做？你不教教我吗？这是此处的布局，用石板连通那些闪光的房间，才能打开封印。那我试试。这块石板给你吧，我留着也没用。还愣着干嘛？那些闪光的房间中都可以寻到石板，找全所有的石板就能通往别院深处了。多谢指点。左侧高台通路已经洞开，还不快跟上去？您为什么总盯着我看？无畏看一眼少一眼而已。如果有无法去到之处，还请您指点迷津。没错，正是用来通往各别院的关键。慢着，石板中似乎存有一些早先的记忆画面。兄长，你听到那个郑国太子都说了什么？说了什么？这可恶的狂声说：“人各有偶，其大非吾偶也。”他这是向父亲拒绝这门亲事，难道说被他发现了？我们两人的事情如此隐秘，不会有人知道的。就算有流言，也不会传到父亲耳朵里。你放心吧。兄长，那我们以后还能这样日夜相对吗？那是自然。你真美呀，哪像人间的女子，简直像是妖狐转世。呸，哪有这样夸人的？我就算是妖精，也要做蜘蛛精，织出秘密情丝，
牢牢缠住你我，永不分离。看来这对白衣男女是齐襄公与文姜，这石板中怎么会有他们的影像？